我们系是人很多，可是男女比是一半一半。对对 对, 對、哦。像这种织品系的，就是男女比女生会比较多一点那样。对啊。但是气管女生也都很正吧，尤其是辅大，辅大女生都很正哎。确实。哎哎，确实啊、哦。我还有遇过一个，就是男方交女朋友后，他就全部断联一堆女生的联络。真的假的？就全部删除了，连就是打电话都不能打，不行的那种。对，他分手后再联络回来。对，就把他打回来。耶耶耶耶耶！酷比闹大学，哎，什么时候这么听的？哎，我来帮你合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馒头，我是阿飞。呀、yeah, ，今天又是再度蛮费合体。好了，差不多下班啦。蛮费的宗旨就是要蛮费的，嗨，所以谢谢大家今天收看，那我们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今天主题什么、啊？今天主题是什么、啊？那我先问你个问题，你异性缘好吗？我人缘不太好。我是一个，我是其中一个。我异性缘哦，没有特别好，也没有特别不好。骗人。就是讲他跟我讲话，我也不会回什么啊。哈，你会怕是不是？我也不是怕，就是会觉得，不知道讲什么啊，要怎么样？真的？有啊。那个回话能力零。完蛋了。你异性缘好吗？我觉得我还可以。哎，这样讲是可以的吗？我异性朋友蛮多的，对我身旁的朋友，异性朋友都蛮多的。哦，硬要把我朋友拉下水。啊，没办法整理，你懂吗？这越来越大额头，那完蛋了，已经完蛋了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啊，这样 ，OK OK， 朋友异性缘还可以啦，普通，骗人，会打。没有，威廉，你异性朋友多吗？你们呢？哦，我们是不是？现在这样子是多哎、啊，对，我们很多女生呢。他也是不得不多哎，但是他有把我们当朋友。有，好感人哦！阿飞，你有一个异性朋友了，就在这里，加一，加一，底下留言一排，加一，快点，谁想当阿飞的异性朋友？来，底下留言一排，好不好？先刷起来，看到这边先去留言一下。我等你们加一。好啦，反正今天的主题就是要问大家说，异性缘会不会影响到感情啦？爱情中，你们自己觉得另一半如果异性缘很好，你们会不会介意？你会吗？看他的异性缘吸引到底是什么样的异性哦？假如他吸引的异性都是都不会真的干嘛呀？那种就是。哎，那种就不行。我觉得阿飞说的对，可是我是一个还好的人，因为我本身朋友也很多，所以我不太会去介意那么多，除非真的是有到那个，哎，对，或者是已经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那打美。你们能接受另一半后座坐别人吗？摩托车在别人？你要事先说为什么？我不行，我帮你们叫车。你付钱可以吗？我不行，我帮你们叫车，你不要坐他后座。好怕气哦。比起摩托车后面，我会觉得汽车又更，可能汽车比较贵，我不知道哎，就对，你们懂吧？妈，啊，反正我刘海不懂。好，反正今天就是来问一下福大大家，一选到底好不好啊？会不会影响到爱情？有没有那个问题啊？对，好啦 ，Go Go Go， 先偷问一个，你异性缘好不好？普通。谦虚喽，实话吗？是，所以普通了，谦虚啊，谦虚，那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异性朋友吧，对不对？有，那你女朋友会不会在意？你说前任吗？你要说钱也可以，钱也可以。说没有，离他比较远。你等下打脸他可以吗？好，你说。我觉得有女朋友的话，女生应该多少都会在意，对啊，就是男生要自己抓好一下距离这样子。啊，那你有吗？我在一起的时候有啊，都很正常。正常是怎样？就是可能女生多少是会吃醋，对不对？你们有因为这样吵过架吗？有一两次，但是小吵也还好，就是小闹一下脾气这样子。对啊。OK， 来反驳时间开始。他刚刚眼神在跟他说：“你好好讲哦。”他很诚实。哦。
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。我很诚实。哦，你异性缘好吗？还不错，我觉得他很好，还不错，我都真的假的？是真的是好朋友那种兄弟的那种。对。那你男朋友会介意吗？上一任就好了。还好哎，我觉得就是要有彼此彼此的界限。哦。因为毕竟朋友就是要有一个界限，只要你有男朋友，就是会有一个界限在。对对对对对，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，应该要这样才对。对，是应该，是应该要这样。你们觉得你们异性缘好吗？上大学之后应该没有很好，因为我们系都是女生。哦，你什么系？广告。啊，嗯，难怪难怪，女生比较多。那你觉得你嘞？好像还好，因为上大学没有什么异性朋友。是因为科系的关系吗？好像是因为科系的关系。你是什么系？我是营养系的。营养系？嗯。哦。系上好像只有五个男生。只有 gay 的好朋友。哦。哦 ，gay 的好朋友。哦哇哦。应该蛮多女生。那气管很多女生哎。对啊。哦，气管蛮多女生啊。哦。我们系是人很多，可是男女比是一半一半。对对对对，像那种资品系的，就是男女比女生会比较多一点这样。但是气管女生也都很正吧，尤其是辅大，辅大女生都很正哎。确实，真的哎哎，确实啊。你男朋友是一个异性缘很好的人吗？以前高中还蛮多女生朋友的，对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好像还好。对，因为大学好像大部分都跟就是男生嘛，室友之类的，对对，就是新认识的朋友这样。哦，那你以前你会很介意他的女生朋友吗？会，真的假的？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跟他说什么，或者是你会做出什么举动？应该说尊重嘛，但是还是会有点就是那种不安全感。啊，对对对，你们有因为这样吵过架吗？哦，因为其实我原本是会憋在心里的，但是可能后面相处到现在，就觉得他是个很会给安全感的人，所以就不会在意了。慢慢建立起来的安全感。对，啊，好甜哦！怎么突然被一个撒狗粮？你们会觉得你们女朋友的异性缘太好吗？以前的吗？对，以前有一点点。哦，很介意吗？会，因为我天蝎座会比较一点占有欲。哦，好像是，应该不是比较哦，天蝎男哦。啊，你会怎么表达？就是可能会跟他暗示啊，就是或是他有报备的话就还好。你们有因为这样吵过架吗？有，就是觉得他跟异性跟自己男朋友没有一个边界的感觉，会觉得他把这两个东西用太像，所以就会觉得现在很不平衡，就因为这个人小吵架。确定是小吵吗？你有朋友就是有遇过那种他异性缘很好，可是他另一半就是很介意的那种？有啊，有啊，好像就是身边就不能有男性朋友这种。哦，我还有遇过一个就是男方交女朋友后，他就全部断联一堆女生的联络。真的假的？就全部删除了，连就是打电话都不能打，不行的那种。他分手后再联络回来，对，就把他联络回来，愿意愿意啊。友情好，对你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多认识朋友当然是好事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男生女生朋友多。但其实我们自己，因为我是球队，所以其实。看起来是女生可能认识比较多，但其实身边都是男生朋友，就真的玩在一起的都是男生比较多。是因为打球的关系吗？对啊对啊，因为球队都男生啊。欸，可是球队的不是都就是大家都俗称，人家都说球队男生不能碰呀。哎，这就是那个啊，都市传说啊，因人而异，因人不予置评，不予置评。所以球队男生是可以的，球队男生可以触碰的吗？有，我们球队很多人也是都有女朋友啦。可是有女朋友的，就是不一定只有一个女朋友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乖吗？乖吗？我们身边的朋友有女朋友都蛮乖的啦。21的1秒。因为你现在有男朋友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会跟你的就是异性朋友接触，大概会到哪里？就是你男朋友会管吗？不能单独出去，或者是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吗？可是你们很好那种。应该说自己会避免。对对，因为我也不喜欢，所以就不会这样做。嗯，没错，很好很好很好，做得好。给自己给个赞。有没有觉得男生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特质会比较容易吸引到女生？阳光一点吗？哦，对，就是，你喜欢阳光一点的。对对对。那你有那种男生朋友真的异性缘很好，就他周围可能就会很多女生想认识他？哦，有，但是又很帅啊，长相加分，原来是长相的部分。对对对，很多人想追，很亲切的人。对对对，对大家都很好这样。所以，但那个男生是没有女朋友的。没。哦，啊，现在交了女朋友都可以啊，很帅，都介绍一下。啊，我也想看。OK， 结束了，蛮废的组合。嗯，下班。
大家都会多少在意一点啦，就是有另一半的话，对不对？就好像又比较克制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该断的就断。哎，对对对，该保持距离就保持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有些人是交往之后先断，分手之后啊再联络。那个有点酷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朋友也有这样过。可是我觉得那种就是断假的啊。哦哦哦，对对，真的断假的，而且重点是他一个一个加回来，我觉得超强哎。但我觉得本来就是划清界限是一定要的啦。嗯，但我觉得还是可以保持适当的交友，对，朋友的那种。对对对 ，OK， 毕竟一生都需要朋友，不能有另一半就抛弃朋友这样子。对的，比较有异性缘的人都有什么特征？哦，刚刚说到很多人说幽默，幽默，幽默，打球。我那么幽默怎么没朋友？我很幽默哎。哎，我也是你朋友啊，我也是你朋友。而且哎，我也没有说对。很好笑，他喜欢，他喜欢机器式回复。你的 reels 很好笑啊。那反正有发现男生就是才艺，对，有才艺，幽默，运动，会增加一点异性缘。所以想要增加异性缘，大家赶快学起来这几个好吗？达成其中一个就好了，不需要全部都到，但是至少一个好不好？我们努力先一个。OK， 好，反正我心跳一心心跳蚊子，我也这边，大家快看，超级痒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收看。记得追踪我们，知道吗？嗯，对，我是馒头，我是阿飞。嗨，请追踪，然后订阅闹大，分享影片，按赞留言，留言告诉我们。告诉我们什么？异性缘好不好？异性缘好不好？然后你做什么？你觉得你会很吸引异性的？对，没错。留言告诉我们，就是那样。然后开启小铃铛，每一支影片都要看。加入会员会检查哦，加入会员有我们两个影片哦，下次等你们可以来找我们探班。现在可以找他来探班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嗨，阿里嘎多哥德伊玛，阿里嘎多。啊，记得喜欢我们哦，哈。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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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